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李玲玉，现在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江湖妹子》，希望朋友们能喜欢它，谢谢。 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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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这可使不得呀！哎，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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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漂亮的小妞会喜欢你家少爷，你就是送一串金子来，那小妞也不会喜欢你家少爷。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废话少说，这船鱼要定了，给钱。来拿着。哎，一二三，哎呦，这么一船鱼，这得三个大钱啊！这也太不讲理了。这就三个大钱，太少了，太少了。别说这鱼嘛，是蛮好的，又肥又鲜，价钱还便宜。哎，你们要不要来两条啊？我们不敢要，不敢要。不要白不要，就是他了。真想买呀，真想买，真是的，好的，天哪，咱们可不敢买，这鱼真挺好吃的。一、二、三、一号钱，三个钱，真想买。哎，我说这位妹子，这钱，先生啊。人家用了三个大钱买了你一船鱼，我用三个钱就买你一条，你不吃亏的了。这哎，我说小娘子别走啊。要出是什么东西？哎，你这人有毛病啊，没见过女人啊。你是为了这条鱼啊，这是我花钱买来的，不是抢来的。你问问老板是不是？是是是，你别胡说。就听你强买，不许我公平交易，哪有这种道理？就是。哎，小娘子还蛮会讲话的，我叫你尝尝什么是道理。哟，有本事会对女人动手啊？真是没出息啊！要动手的话，回去对老婆动手啊。住手！哎，住手！是啊，哎，看出来了，来的手啊！这是干什么？小娘子，可是道上同源？你说什么？我可听不懂。这么说，是清白人了？在何方挂牌？你到底说什么呀？我越发糊涂了。是啊，他说些什么有听得懂的吗？听不懂的，听不懂。你听懂了吗？听不懂。说些什么？师父，师父，他在装疯卖傻。师父，依我看，这个女子来路不清啊，说不定是个高手。小娘子，既然不肯报字号，我们后会有期了。慢，这位师父，你的机关暗语我听不懂。我只会讲几句大白话，你听得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大家不是瞎子，看得清清楚楚，
一船上等好鱼，不去多说，30两银子总是值得吧？他只给3个大钱儿。还有，他们抬来这么多鱼虾，我看连1个大钱也没花，也都是抢来的。再说，做生意嘛，讲个公平买卖，这样欺行霸市，赛过强盗，凭什么？就凭他们有几套拳脚功夫？哼！练功习武是为了强身自卫，不是去抢去夺耶。我把话说清楚了，今天他要是退还鱼虾，事情就算了结；要是想赚便宜的话，拿走一条鱼一只虾，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没有看错，小娘子也是道上之人。好吧，我也明挑，大家都是江湖上混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此地的事情有此地的规矩，小娘子就不必操心了吧。不要再操心了，不必操心了。小娘子，要是我就要操这份心呢？你当家的少和他废话，让我来收拾这小妖精。上来。
观音菩萨保佑我家少爷早日痊愈，阿弥陀佛。夫人，管家回来了。老夫人，老夫人，什么事？您听我说，我今天到镇上去送鱼，碰见一位江湖妹子，她的武艺啊可高强了。既然他还懂医术，快请来给少爷治病。好，不过那两口，我自有安排，快去吧。好，我就去。赶走杨子敬，大仙显灵，赶走杨子敬，赶走杨子敬。
哎呀，宝贝儿，怎么了？他们烧得我好痛。哎呦，你们烧伤了我的宝贝儿、啊、夫人，这是大仙抚摸你家少爷头脚。我不治了。哎，孩子，疼吗？哎，大仙在上、啊、疼死了。哎呦，越治越大，童颜、嗯、孩子，这是给你治病呢。啊，妈妈啊，你们夫妻辛苦了，天色不早，请用晚饭，早点歇息吧。夫人，这杨子金可是不好对付的喽。哎，说好三天没气，嗯，只有一天了。嗯嗯嗯。哎呀，行了，快带二位贵客去吃晚饭。是啊，请吧，那就多谢夫人了。请吧。请。啊！少爷，喝吧。哼。少爷，喝吧。去。哎，老夫人，一切都安排好了，今晚就来。太好了，夫人，少爷不喝。嗯、哦。少爷，哼，少爷，我呀，知道你为什么不喝，你不就是怕治不好病？嗯，怕新娘子不高兴嘛？知道还问？你别发愁啊，我有办法了。你骗我？你不信呐、啊？你不信我不说了。真有办法？当然了。他有办法。嗯？快告诉我，好，什么办法？我说了，你可得喝，喝喝，快说吧。行啊，我今天在湖边呢、啊，碰了一个江湖妹子，她的本事可大了。嘿，哎，嘿。嘿，嘿，嘿，太棒了！少爷，他肯定会治好你的病的。嗯，你呀，没大没小的。哦，请，前面带路。哎，您请，请。当家的，别喝了，看你醉成什么样子了，再喝呀，杨子金可真来找你了哦。哪有什么杨子金啊，我看是老夫人跟杨子睡觉才生下这个小杨子。你呀、啊、说话也不积点德，我看呢、啊、你才像杨子金呢啊。我像杨子江、嗯、那你还跟我做夫妻啊？亲密、嗯嗯嗯嗯嗯、哎，说正经的，这回呀、啊、银子一到手啊，咱可就洗手不干了啊、哦、说准了啊、哦、哎，听你的，有了本钱呐、啊，做点啥不行？你倒我乐意干这个生意呀、啊！啊、嗯！哎呀，别光顾喝酒了，一会儿啊，你再去看看动静，别让到手的银子泡汤了、哎、啊！夫人遵命。看你还喝、嗯。夫人，需要马上割掉，不可再耽误了。割掉。啊，姑娘。老爷在京城经商，老万家就靠小儿延续香火了。再说，明天还要相亲。夫人，只有根除，这顽疾才能痊愈。哎呀，这可怎么好呢？不必担心。这，哎呀，不会出什么事的。那痛不痛啊？一会儿，我给你吃药。吃了药呢，就不会痛了。妈，
我不怕痛，快把我头上的角给我割掉吧，要不明天我怎么去见新娘啊？这老夫人千万不可错过良机呀、啊、妈，快给我割掉吧。嗯，好吧，你们分头去准备吧。是。站住！哦，何方妖女敢来本土妖惑百姓？快快离去，免得大兴动怒，将在黎明。二位不可粗鲁，这位妹子是我让人专门请来给小儿治病的，请二位回房休息，酬谢二位的银子嘛、嗯、啊，一两也不会少，尽管放心。哼，去去，我不用你们用香来烧我的脚，你们是骗人的，我要大侠给我治病。少爷，不可对大仙不成啊，要不你的病脚就治不好了。是啊，得罪了大仙，脚病治不好，少爷还会变成一头小羊羔去喽、哎、哦，怎么和新娘见面呢？啊，好，我来求大仙降法、嗯、对，嗯，见大仙，上官贤灵，赶走杨子敬。妖女，你好大胆，竟敢熄灭大仙的烟火！玷污神灵，杨子敬要你的命。夫人，不必惊慌。哦，我马上给少爷动刀，你们放心。三根香的功夫，少爷的病就可痊愈。太好了，快去准备。贤姨大侠，谢就好，把我们还原了吧。还原了吧，神医大侠，大慈大悲，发发善心。你们不是大神仙吧？就是，我们是骗人，骗人的，我们是骗人的。你们就这么待着吧，等我把少爷的病治好了，再让你们还原。多谢神医大侠。姑娘，请。少爷，咱们治病去喽，叫他们在这儿待着吧。
妈，妈，你看，没了，哎呦，没了，好了，哎、你看，大侠给我割掉了，太好了，大侠，怎么样？请，啊，姑娘，快歇歇吧。啊，太好了，您请用茶，请。哎，你看，我好了。啊，姑娘，你为我儿除去顽疾，如何酬谢啊？己是活人，不图酬报。哎，那哪成啊？我年近五十，膝下只有一子。老爷在京城经商，不时为孩儿的顽疾发愁。如今病除心安，我怎能不报大恩呢？是啊，神医，不用客气，您尽管说，要金银还是珠宝，我们老夫人都会舍得的，您就说吧。哎，对对，既然夫人如此厚意，那就多谢了。可如今新梁未下，亲皇不接，还望夫人慈悲为怀，开仓布施，日后定有善报。啊，神医所言极是，管家，哎，你去办理。哎，是是是。大侠，别忘了，还有我们呢。请大侠开恩吧，还原了吧，还原。我们实在吃不消了。你们知道了吧？巫呢，就是巫；医就是医。骗人和治病泾渭分明。哼。管家，哎，来了，把银子给他们。哎，好好。哎，不行，不给他们，折腾我两天，给他们，害得我好苦，还想要银子，想得倒美。少爷，给我，给他们，给大侠行，可不给这对骗子。哎，不行，不给他们，不给。少爷，少爷，听大侠的啊。要想过好日子，你们夫妻俩就要做正经事，不要再骗人了。拿着吧，啊。啊，老夫人，您看大侠要走了。哦，大侠，怎么这就要走啊？别走啊，明天我就要相亲了。是啊，小儿明天就要相亲了，你还是见见新娘再走吧。夫人，我还要赶路，我们后会有期。哦，那既然大侠要走，我们就不强留了。啊，都准备好了。哦，请大侠放心，明天我们就开仓布施。嗯，对，嗯。少爷，老夫人，快来呀！哎，啊，大亲家，妈，亲家，我媳妇呢？哦，在轿里面呢。
真香啊，真香啊，是啊，真香，真香，真香，混蛋，美人呢？大人，您放心，我早就撒下天罗地网，一会儿就把美人给您送来，一会儿就把美人给大人送来。住嘴，我要你亲自去给我选，选不来绝色美人，我要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这还得去选呢，有人上哪儿去选呢？饭桶，快去，笨蛋，我就去就去。请问二位姑娘，这儿离城还有多远？还有两个时辰的路吧。有近道吗？近道啊。让到太湖边走吧。翻过虎丘山就是了。谢谢。哎呀！
看四个娇娘，个个长得头是头，脸是脸的，大人真有福啊！哎呀，小妮儿，哎呀，这小样儿，你瞧瞧，哎呀，来来，哎，瞧瞧，瞧瞧，瞧瞧。哎呦，真是托皇上的福，出水芙蓉，窈窕淑女呀、啊！只是美女少了点儿。大人，哎，哎，哎，香啊！天真热呀！哎，在这儿呢、嗯。啊，哎，大人，这，哎呦，这个小妖精害得我摔了一跤哎！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救着他，救着他，救着他！哎呦，啊，长得真美呀、啊，天仙天仙呐、哎！大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大人艳福不浅、啊哎、笨蛋，快追上别他跑喽、哎哎哎、小娘子小娘子小娘子请等一等小娘子、哎、大人、哎、大人小娘子这位是府台大人、小娘子随本官回府如何呀、啊、官府、啊、我去官府干什么小女子远道而来投亲不遇我还要赶路回家呢哎别走啊头天不遇真是天赐良缘呐、啊、小娘子皇上选美你知道吗、你跟府台大人回府过几天送你到京城保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小娘子啊你随本官回府尽孝良辰美景哎呀惠伯惠伯哎走走走大人啊这几位姑娘是都是皇上选中的美人啊是啊皇上选美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哎皇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嫔妃越多越好嘛哎对对对对对大人啊您如此辛劳四处选美难道就没有金屋藏娇之意这休得胡言大人啊小女子无德伺候皇上、啊、求大人别把小女子送到宫中、嗯、让小女子免遭冷落不幸那你意下如何呀只求大人给小女子一条生路美人你留在大人身边如何呀是、啊、恭喜大人贺喜美人大人他们几个哎当然你排第一美人大人您太贪心了小女子不从哎那依你如何呀、啊、让他们各自回家回家那大人美人一一独占大人正是情深意厚以小人之见这四个姑娘怎能和美人相比呀、啊、不如派几个兵勇送他们回家我回家嗯好回家回家哎你们听着送他们回家是送他们回家回家请问师爷您这是把姑娘们押回衙门里去呢还是真放他们回家放他们回家呀、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哎你这是何意呀、啊大人啊放姑娘们回家有用兵勇压着的吗哎呀美人你真机灵啊大人过奖了哎这好放他们回家哎放他们回家走回家等等大人让我跟姑娘们解释几句要不他们会怨我独享荣华的
好，去吧。哎，大人啊，这四个姑娘好不容易选到手，怎么放她们回家呢？今天放，明天抓，口中之食还怕它飞了。不过啊，美人看来很有心计，眉宇间藏着一股英气，还望大人多加小心为好啊。哎，小小一个女子，手无寸铁，我就不信她还不惧怕本官。嗯，再说有你们这么多人护卫，她又岂奈我何呀？哎，你看，他要是心怀二意，还不早护着姑娘们跑了？难道还站在那儿等抓不成啊？大人高见，大人高见。多喝点、啊、哎，美人儿，美人儿、哦，咱们赶路吧。美人儿，走吧。赶路。哎呀，这么远的路，到哪儿是个头啊？美人儿，忍耐一下。累得我都走不动了。哎，进了城，就到大人的官府了。美人儿，美人儿，美人儿。哎呀，天太热了，哎呦，脸都晒黑了。美人儿，渴了吗？嗯。来人，炸。茶水伺候。是，快！大人，茶来了。来！哎呦！大人慢点。来了您。您请用。大人光临，不胜荣幸，小民有礼了。你这有好酒吗？有，绍兴女儿红，百年老酒，名扬天下。拿酒。哎，来了，您请用。这酒色香味正，又解渴是又解乏。哎，请。哎呀，想不到美人如此海量。哎呀，太好了，我们娘太好了，了不得，了不得，没海量，我的女人呀！哎呀，就该上人了，大人。见过。久闻大人书法高超，请赏脸留个字吧。大胆。你今天是占了美人的光喽。是，来人，扎笔墨伺候。扎是大人请。请。哎呀，你看这字写得多好，好苍劲有力呀。好啊。哎呀，妙哉妙哉妙。美人，你看大人字多好啊。江南美女全归我，吴中香酒尽属于。叫正相馆里。美人，怎么不早说呢？既然只有一顶轿子，那来挤挤，来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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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那就给大人挤挤坐吧。哎，这是来，哎呦，真不好意思嘛，来。
大白天的，众目睽睽，多不好啊！哎、那怕啥？哎，那怎么办？美人，你看，就这一顶轿子，大人要坐，你也想坐，这……哎，要是让我坐嘛，啊、大人，恐怕您就更是寸步难行了。哎呀，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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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要让轿，除非是您最喜欢的人了。哎呦，本官最喜欢的就是你。只是本官年迈体弱，本人能见谅吗？大人年迈体弱，还能到处选美吗？哎呦，本人真是伶牙俐齿的，你看看。要是真像大人过奖的，恐怕这轿早让小女子坐上了。哎呦，看来美人是真想坐这顶轿子喽。那好，本官佩服你才思敏捷，伶牙俐齿。如果你能想办法把本官从这轿上说到轿下，这轿子就归你坐。好，怎么样？啊，怎么样？嗯，这不是有意出难题吗？那就只好委屈美人了。美人，行吗？本官说话可是从不失言的喽。大人啊，您不是年迈体弱吗？又是朝廷命官，小女子怎敢把大人从轿上说到轿下呢？只是。啊嗯嗯，怎么了？怎么了？小女子口渴，啊，贪饮了几杯，此刻。美人，美人，你别碰，美人。哎呀，你也别碰！来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呦，美人，美人，大人，依我看，美人是真的醉酒了，也别跟他赌什么输赢，干脆你们俩就挤挤坐吧。哎呦，美人，美人，来来来来来，咱俩坐，咱俩坐，咱俩坐。哎呦，坐坐坐坐坐。大人，这轿啊，该我坐了。这，大人啊，您不是已经在轿下了吗？这，哎呦，我真该死哦、哎！你敢戏弄大人，你，哎，你胆大包天了你啊！大人，哎，您想坐轿不难，您出的题您自己做。如果您能把小女子说下轿来，小女子立即让位，绝不失言，如何？大人，行吗？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既然大人没有本事把小女子说下轿来，那么这轿就归我了。伙计们，送姑娘回家。谁敢？你，我看谁敢！啊！大人，这可是你亲口许诺的。我。哼，起轿。抓住！你干嘛的？笨蛋！笨蛋！还不快追着！还炸！大人，大人，你看，在哪儿？你看呢？在哪儿？给我上！你想上？嗨！我不行，大人，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大人，大人，我不行啊，我打死你贼！啊！
还不上，还不上啊！妈的，你给我下来！谁敢上来？就别怪姑奶奶我脚下无情。大人，让他们滚！快滚！我们滚！我们滚！快滚！哎，没人快下来吧！说饶了我，本官实在扛不住你了。你不是最爱骑在百姓的头上吗？这回呀、啊，也让你尝尝别人骑在你身上的滋味啊！哎呦，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哎呦，我说美人，美人，你饶了我，你快下来吧！哎呦，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呦，美人不行了！哎呦，你看我们都快断了！哎呦，我求求你下来吧！哎呦，哎呦哼，你不做了？哎呦，我不做了！哎呀，我愿意叫前叫后伺候你，我求求你下来吧！哎呦，少废话！哎，不，起轿！起轿，快起轿！那让狗官跟在后面打伞。这就这么做。是。美人，您请坐，您请坐。起轿！是喽！慢着点儿，走！大人，大人！大人，您受委屈了，大人，大人，大人慢着点，大人。你们后边慢点。好亲近呢。去吧。大人，义贼抓住了吧？只有这封信。你，让你念就念。狗官听着。啊。这，
往前念。是，大人。狗官听着，你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水，只知道寻欢作乐，祸害良家女子，禽兽不如。念。限你半月之内，速将抢去的良家女子全部放出，再不干丧尽天良的勾当，如敢违抗，定要你一命呜呼。勿谓言之不欲也。江湖妹子啊，江湖妹子，哎，这女子定有来头。大人，开始要是听我的劝告，就不至于吃这么大的苦头。哎，真是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呸！这此仇非报不可。我已有除贼连策，愿听大人除贼高谋。速报朝廷啊！就说女贼勾结白莲教匪，杀官夺粮，请朝廷速派高手缉拿女贼。妙计妙啊！事不宜迟，明天就出告示缉拿女贼。扎不算，老板娘来一把不算，不算，快吃吧，不算。好，谢谢谢谢。你告诉他什么告示？有什么告示？别这样，大伙儿不顺。江湖妹子，江湖妹子，早就好了，上次是个女侠，肯定有的。哎呀，这是高人呐！快走吧，咱们快走。来来，喝茶啊，请喝茶。哎，喝啊，请喝。哎呀，回来了，您慢点走。哎，回来了，你们可回来了，坐这儿，你们都到齐了。官府正在通缉我们的救命恩人，大家商量一下怎么办。是得想个办法，奶奶。想个办法。无论如何，要保护好我们的恩人。是啊，可是恩人的行踪不定，我们怎么给他通风报信儿呢？哎，想办法也要把他找到。可是怎么能找到他呢？我说爷爷，爷爷，你倒说话呀。哦，我今天去城里卖柴，碰见官府人正四下采购时令鲜果，哎，好像是京城要来个什么高手，一身好功夫，看样子是冲着恩人来的。哎呀，那怎么办呢？得想个办法了。那我们马上就寻找恩人，如果见到他，就让他速速离去，免遭不测。对，这个主意好。对，那大伙儿就分头去通知吧。好好好，走吧走吧，咱们走，快走。好，对。菩萨保佑恩人他平安无事吧，菩萨。恩皇上为本官派来大内高手龚大人，铲除女贼，保护地方安宁。干干干。诸位，皇上布下了擒贼的天罗地网，江南所有省城官府都派了高手，一定要活捉侵犯归案。
为皇上的英明决策干。干干干干干，请请请，福天大人，请请啊，您请您请。哎，诸位诸位，龚大人武功盖世，荣升朝廷三品带刀侍卫，为迎接龚大人光临，干！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诸位放心。龚某与乱匪多次交手，就连四川陕西的白莲教的总教主，他们可称得上当代的大侠，可是也死在我的手下。高高高高，兵部尚书大人恐女贼知情寻机报复啊，所以特地派我来到贵地。被兵部尚书的英明决策为龚大人擒贼立功，干！好，福太大人，干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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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来。您是您慢点儿。大人。哎，你们放心啊。哎，宝贝儿来了。大人。您的心上人在等你呢。都安排好了，你没死啊？荣相国，你心怀没良心，大清啊，啊，清清，啊，嗯，什么事儿啊？哟，这不是美人的？哟，美人呀！美人，美人。
名儿？哎呦！哎呦！哎呦！我说美人，你别开玩笑嘛，你真是个……你是啊？哎，小妹子，不，女菩萨，女菩萨。你不是通缉我吗？不，我自己来了，你不欢迎？不敢，误会，那都是误会了。误会？你把朝廷带刀侍卫请来，用心何在？不，笑，下官罪该万死，求求你不得，你饶了我吧，我求求你，你不得开恩，你饶了我吧呀！抓住了你呢，像只死鸡；是，放了你。像条疯狗。不，你我本无怨无仇，上次只是惩罚你，你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奏本诬告于我，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是我一时糊涂，我保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一早上我就送带刀侍卫回京。哎呦，你不累，我求求你了，你饶了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是专程前来。会会这位朝廷三品带刀侍卫的。不敢，就这么告诉他。好，是这么告诉他。狗官，我先给你留点纪念。哎呀，都怪你呀。大人，慢点。宫大人，要为本官雪耻啊。哼，他不是专程来会我的吗？是啊。好，我也明人不做暗事，明天就摆下擂台，我要当着天下武林之面与他比个高低，我要置女贼于死地。朝廷派来攻其带刀侍卫官，保护江南安宁。宫大人武功盖世，特设下擂台与女贼公开比武，决意雌雄。若有人知道女贼江湖妹子下落，给他传递个消息，让他前来比武，官府奖赏白银300两。啊，三百两，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看，真的。哎，我看他准能来。哎，就是，你谁能不是万将之辈？发财了！不能这么说呀，就是。看来你是知道江湖妹子的下落。那当然了，那这银子就归你了。归我了啊！鸭子快来，银子归我们了。快来来来，混蛋！那江湖妹子是个美貌的姑娘，会是你老婆？你想骗领官府的赏银，该当何罪？拉出去！哎，我老婆是叫江湖妹，走，哎，长江的江是太湖的湖，是妹子的妹呀，哎，是叫江湖妹，倒霉。大人，你消消气儿，大人。安静，看来是没有人来领取赏银了。可据我所知，女贼江湖妹子已在本城，妄图聚众造反，可有人竟敢窝藏女匪，
与女匪串通一计，与官府作对。拿下。是。在那儿呢，带出来。是。起来，起来，长官，长官，长官，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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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出来！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出来！出来！放开我！出来！放开我！你们出来！红红军，红军，你们凭什么抓人？还讲不讲理了？我问你，怎么抓人呢？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怎么给我抓人？大人，您看。把人放了！你们凭什么讲理啊？太残忍了，这还有什么公道呢？太残忍了，太不讲理了！再把那老头给我抓上来！是，你们放开！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给我出来！你们凭什么抓人？出来！放开我！凭什么要抓人？走！国堂女贼，知情不报，欺瞒官府，就是他这个下场！住手！住手！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回事？拿着！啊！怎么回事？哎！嗨！呀！嘿！哎！嗨！嗨！呀！哎呀！哎！啊！哇！哎呀！哎呀！啊！啊！哦！啊！啊！啊！呀！我！哎！我！哎！哎！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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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回。好。哎呀！哎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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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啊！啊！好！高高高高！哎，妈！哼，我天下无敌，谁敢上台？你贼果然上钩了！上钩了！你贼果然出来了！要不是我的命高兴。龚大人，让您久等了。哼，小娘子果然一副俏容，如此娇嫩，让本官怎么下得去手啊？不如随本官回京，享受荣华富贵，怎么样？没想到，堂堂朝廷带刀侍卫，也是同样货色。不过是个不知廉耻之徒。我有意怜香惜玉，放你一条生路。你既然这样不知好歹，那就休怪本官无情了。进招吧。Thank you.
死刁民！处死！你怎么了？处死刁民！处死刁民！在哪儿啊？啊，恩人，恩人，恩人，你在哪儿呢？嗯，奶奶，恩人受伤了。啊，受伤了。啊，恩人，恩人，恩人在哪儿？啊，恩人，恩人，恩人啊！你受委屈了，我的好孙女儿啊！奶奶，我在这儿呢。啊，你是我的孙女儿，恩人也是我的好孙女儿，好孙女儿，好孙女儿，我的好孙女儿。